在吃东西啊？对。嗯，他们之前在那边有啃骨头，可能在吃之前剩下的。拍完这个应该就可以出去了，刚刚等太久了，你在等想多等妈妈或者带东西。一般很少等到这个，现在五点多就等。对啊，可是今天光线还好。就比较活泼了，对。吃晚餐。嗯。那今天那个青鸟两只都太晚回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大概五点多的时候，可能就已经都回来站这边了。那就回来站那个草，然后他们。这只三百而已，然后我是300可以拍成没有，是用加倍镜，加了多三个加倍镜，没有人家有带，所以大概是2800。我是在想说，平常那样拍都很小，看都看不清楚，可以很这样差不多2800，怪不得。那你有商量？青岛在 Keep 上吗？哪里哦？拍。我们只能看你的镜头看到小鸟。它现在也很远哦。所以大家都在拍它吗？对，跟你讲，它在站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哦，我不知道。有吧？哈，它是稀奇，很稀奇的，稀有的。它有准，那个很稀奇哦。对。候鸟。它应该是候鸟，但是它定居在这里。它现在这只是雏鸟，它们像小只的。你们相机好厉害哦！这个也像算小只。